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Kilo 啊。今天真的是蛮夸张的。我们现在时间是12:44，我们现在大概已经快半夜1点，因为我们昨天呢有去全联，然后发现卫生纸买不到，泡面没怎么买得到，所以我们决定呢，我们就是要来家乐福。因为我今天要上班，所以就比较晚了。我们半夜来。对，我们想说半夜来应该没什么人，就一来我就吓到了。很多人除此之外呢，怎样？然后泡面被扫光，几乎快被扫光。我第一次看到家乐福这样，剩下的都是那种很贵的。哇塞，我第一次看到家乐福整个摊位都快没了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哇，好像台风天要来了。哇，这比台风天还要可怕。台风天还不会这样哦，上次我们一次台风快来了嘛，我们来了泡面一堆还在，真的是我人生30年以来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现象。好像大家逃难的感觉。对，我刚刚每个人都提了一袋卫生纸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去不知道。然后首先我们先赶快挑我们要的泡面，泡面已经几乎被扫光了，所以我们要赶快买我们要的泡面。还有维力炸酱面啊，但是它只剩这一种的，剩碗的，剩这一种的、啊。然后这种碗的话没有特价，一碗30，上了每一碗，后面都空了，两碗，储备战斗粮食，做泡面的人应该赚爆了吧？这个100克是27.27。这是20点多，这比较便宜。那就买这个、啊。先半夜一点耶，老婆。对啊。那你加嘴狼。这个你要吗？我们就买小的这个就好了。看这个放。对，然后我们这个就是把它放回去。康康来一刻全美了。对啊。全美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全部被扫空。好恐怖。第一次看到那样。其实我觉得看到这些泡面被扫空啊。我觉得我即将要发生什么事情，被逃难的感觉。对，因为很多泡面都没了，我们就买一个平常不会买的，可以吧？没有吃过，吃吃看。不然也没啦。它是排骨酥面。我平常不会买的泡面，看到底好不好吃啦。可是我觉得我们要看能不能直接加热水。哦，对对，因为有一种面加热水不会熟。香蒜、青椒、控霸，没加控霸。好啊。看一下能不能加热，热水就可以了。可以啊、哦，买。我们泡面储备完毕，我们去买卫生纸。OK， 走，买一个罐头回去好了。面筋，泡面吃腻的话，口味吃腻。你要把它加到泡面的意思吗？我以前都买这间的花生面筋，可是它是不是有开罐器？对，你也可以直接拔起来。哦，我们买健康好啊，因为它有密封罐，比较方便。哦，期限到什么时候？94块而已，到明年的12月11日。哦，那 OK。那我们就买这个。好，你看自己的罐头很夸张哎，被扫得空空的，第一次看到这种景象，这里也是超空，真的在逃难哎。对，这里也是，好夸张哦。希望家乐福每天都可以把货补得满，补满满的。我觉得做家乐福最近应该会比较辛苦一点，很忙，一定很忙，一定很忙。不过也见证到了这个时期比台风天还要可怕。没错，你看连后面都扫得差不多了。对啊，这里也是玉米一全美了，大家要囤玉米耶。各位你不要觉得说哎、欸、还有很多啊什么的，这第一次看到家乐福这样。对啊，就是我们会觉得非常的特别，因为台风天还没有这样。对，好，我们赶快去看卫生纸，我怕被拿完。好，现在要到，我们现在要走来卫生纸区域咯。卫生纸还是有很多啦，还有很多很多，不用想得那么夸张。可是便宜的都被拿完了，只有这个剩一个，剩这个而已。我们来看一下后面的卫生纸，哎、欸，出来了，好多，哇，现在才出来。我买完了，我跟你说一件事情哦。请说。我买的比较便宜。真的、哦？2.99。哎、欸，这个呢比较贵，现在才出来。我们前几天就一直在找这个，我们有特地过来家乐福这边找，结果还是找不到。现在终于找到了，可是我们已经买了。对啊，不过真的很可爱啊，超可爱的。这边就是家乐福的卫生纸区域啦，这一排只剩上面大家比较难拿到的地方有卫生纸了，基本上下面一样被拿空了。我们之前来家乐福啊，这边的卫生纸不会这么少，至少都还有，可是下面基本上都快被拿完了。好可爱哦，湿湿的卫生纸。那我真的觉得大家真的很厉害，你看每个人都是满满的一车，这边被拿光了。这边还有几包？家乐福最便宜9.54，买一个。那我们买家乐福一个卫生纸比较便宜。好，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好了。好吧，饮料区还蛮多的。这次没有人扫水，台风天不会扫水。
台风天是怕停水，现在这个疫情爆发是大家要躲在家里吃饭。可能大家家里都有装那种什么净水器啊。对，这个比以前少很多了，这个也被扫完了。那我们就四处逛一下，来家乐福就是这样，逛到自己想卖的东西。现在半夜1:10，我们已经逛了快要半个小时了，可是人还是非常的多。那我们现在来到了饼干区。饮料的话我就没买了，因为我们刚发现我忘记带袋子了，可恶！你拿着袋子出门，然后把袋子遗留在门口。哎、欸，这个好吃，这个好吃。番薯脆片啊，梅子脆的，要不要？可以。你知道为什么我要买这个吗？是吗？因为你最近很喜欢吃烤番薯。对，超扯的，几乎每天呢。可是我是喜欢吃那种烤的，饼干还好。如果你真的没办法吃烤番薯的话，你就吃这个吧。其实饼干也被扫蛮多掉的哦。对，那边也空空。有减少的趋势哦。蜜麻花。沙琪玛。麻花卷啊，加丁丁。的巧克力安呢？今天给我们公姐的声音好吃，因为你很喜欢吃甜食，所以就真的生男孩。那如果你要生女生，都不能吃甜的。要我跟你讲啊，好不好？这个好不好？鼠来宝应该爱吃。这太甜了哦，那你要买这种会比较划算。你知道为什么我喜欢吃这个吗？这个超好吃啊，小时候超爱吃。它里面有花生酱，然后外面又是包那个巧克力，就很好吃。那就买这个吧，买一个。你不能吃，我吃就好。为什么？医生说现在鼠来宝太大只了。你会不会热啊？对啊，我刚刚骑车忘了把外套。你好厉害，你穿两件外套，我都快热死了。你可以穿两件外套，为什么？骑车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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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到到，你看脱掉还一件外套，人家说孕妇真的会忘东忘西啊。好厉害啊！连外套都忘记脱，你看这个厉害啊。好，我们继续逛。金果在这里，各位。好事多比较便宜。还是你要去好事多买，这一盒就要375了。那我们去好事多再买坚果好了，要不要？还有这个竹炭花生哎，圣香真的。用竹炭去炒的。哎，这个好像很好吃哦，我记得我以前有吃过。所以哦哦。你知道吗？吃这个会长痘痘。我知道，所以我很少吃花生。你家人以前小时候都。小时候会吃。我爸妈都会买这个。可是长大就不会吃了，因为觉得。就吃腻啊！怎么跑来逛来这一区域？没有来过这一区啊！想说让孕妇多走一下，你看，你要来这一区，我就会买我的冰哦。小时候来吃它，整只是像玉米，然后里面包冰。对啊，差不多了，孕妇也差不多散步完毕了。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现在几点哦，1:30哦，1:30，我们足足逛了多久？45分。45分钟差不多了，结账了，就买这些。有散步到吗，孕妇？医生说鼠来宝多了100多公克，其实听起来好像也还好。吃太多甜食了，所以要多运动。那因为我们没有用过自助结账，我们现在去玩玩看。对，纯粹是玩的心态。来哦，扫描商品。哎呦，好了，扫码成功，这样就好了。对，玩得很开心的呀。我的胡子会被扫掉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每个人都是从不习惯开始，慢慢变习惯的。然后我再看我们到底买了多少钱。我们总共买了719。可以了。比一下，成功结账。谢谢。谢谢光临，好方便哦。但还是请人结账比较快哦。我们就是没体验过。不过蛮特别的，因为我们买了不到800块。那这就是我们非常临时半夜又来家乐福买这些东西的。因为最近疫情真的蛮严重了，我们还是强烈建议各位呢，真的要储备好粮食。如果真的要出门，就是防护好自己，也要防护好别人。还带了酒精。Bobo 还有准备了一小瓶酒精。我们近期啊，也是台南有爆出一些疫情，啊，也是刚好去前年买个卫生纸、泡面，就没想到都没了，吓到我们了，所以临时。差不多了。对。我们临时讲说，要不然等我下班，我们来家乐福买。结果啊，这一买，哇塞，真的连泡面都快没了。大家都在准备。对。那边也有消毒人员进去的哦。他们4小时会消毒一次吗？嗯，如果没看错的话，要4小时。这就是我们这一次来家乐福买一个东西啦。回家睡觉。那我们的半夜逛家乐福货影片到这边，那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。拜拜。拜拜。为什么你每次逛家乐福都这么的兴奋啊？有吗？没有。没有吗？没有。人家逛家乐福是买菜回去煮哎。我都没有买菜过。
好，我来看我的饮料。去菜市场。哎呦，